压缩身形健康，每天轻松重建好体态。欢迎收看要健康就运动，今天我们要练习的都是瑜伽系列的动作，所以如果你觉得动作不顺畅的话，你可以按暂停，调整好你的呼吸再继续。瑜伽的练习最重要的就是配合你自己的呼吸，在过程当中如果你发现你的动作和我长得不太一样，没有关系，以你自己的呼吸为主，那我们就准备好瑜伽垫开始运动吧。今天我们要练习几个瑜伽的动作来调整你的骨盆，骨盆是非常重要的哦。如果你坐着的时候常常翘脚，很可能你就会发现骨盆有一点点歪歪的，一开始是骨盆有一点歪斜，接下来可能就会有一点点长短脚的现象出现了。所以我们在出现这个状况之前呢，先练习一点点动作来预防吧。我们来到一个轻松的坐姿，将两只脚往前，先把脚踝帮我转一转，向内和向外。今天会做一点点骨盆打开和关起来的动作，看起来好像很小，其实需要用到里面的力量是非常多的。如果你不确定有没有做对的话，你可以用手臂帮忙调整好动作再继续。好，将两只脚帮我勾起来，脚趾尖朝上，背往上提，双脚往外打开，从你的骨盆开始，大腿、膝盖、脚尖向外，再向内，打开，合起来，打开，合起来，打开，合起来。所以不是只有脚掌，而是整条腿。我们再做几次，打开，合起，打开，合起，打开，合起，最后两个。好，借给我一只脚，把我们的脚弯曲，手来到大腿的后侧，把大腿抱进来，再放松，抱进来，再放松，将大腿膝盖往旁边打开，一只手抱住膝盖的后侧，另外一只手来到脚踝的位置，轻轻的帮我绕一绕。底下的脚如果伸直你觉得不舒服的话，也可以弯曲。一边做绕圈，试着把这个圈圈再稍微加大，让脚呢再往上高一点点。好，我们要准备停留咯，手用一下力气把脚捞进来，把你的脚放在手肘或是靠近手肘的位置，另外一个手扣在前方，背往上提，轻轻的左右摇晃一下，高度可以自己决定，所以没办法很高的人也可以低一点点，不能双手我们也可以单手。活动好我们的骨盆了，另外一只手找到你的脚掌，手放地板，往前一点点的伸直再弯曲，背部尽量向上，停留在你的最直，背往上提，吐一口气，膝盖弯曲，手一样用力把脚拉进来，两只手帮忙，让脚掌靠近耳朵的方向，注意是靠近耳朵的方向，不一定要碰到你的耳朵，身体尽量保持不动，脚拉进来，再放松，拉进来，再放松，很好。我们换另外一只脚试试看吧，脚弯曲，抱着脚，轻轻的绕一绕，我们可以从底下小圈，再慢慢变大圈，再慢慢往上，留意一下大腿骨盆都要跟着一起绕，很容易这个动作会只剩下小腿在动，整只脚一起。好，帮我靠近咯，一只手拉住你的脚踝，一只手捞住你的膝盖，脚拉进来，抱进来，再放松，抱进来，再放松，
抱进来，再放松，停留，手扣着，轻松的摇一摇。你有注意到吗？当你在摇晃或是移动的时候，我们的大腿要尽量保持打开，膝盖尽量保持往下，小腿保持水平，背往上提，一只手借我，同一边，同手同脚抓住，另一个手可以辅助放地板，往上，再往下，往上，再往下，膝盖尽量打开，准备停留，往上提，在你的最直，脚趾尖朝着外侧，弯曲膝盖，靠近耳朵，再放下来。所以靠近耳朵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脚拉进来，膝盖尽量向后，大腿尽量向后，靠近耳朵，往下，最后一个。好，脚帮我放下来。刚刚坐姿的动作呢，等一下会有一些类似的动作来到地板，所以如果你不熟悉的话，可以倒回去再练习几回。我们让身体慢慢的躺下来，帮我抱着一只脚的大腿后侧，轻轻的躺到地板，将一只脚往上举高，从你的大腿开始往内转，大腿向内，膝盖向内，小腿向内，脚尖也向内，维持好这个动作，让手放在地板上，脚绕圈圈，由里绕到外。上面的脚在活动，注意底下的支撑脚，不跟着往外倒，要保持稳定。不确定、不稳定的人，可以用手帮忙，把臀部稍微固定住。做完向内之后，我们要做向外，一样脚勾，从髋关节、大腿、膝盖、小腿、脚踝、脚掌往外，脚向外，圈圈也向外。当你在绕这个脚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感觉到有某一个位置绕不太过去，也就是那个圆呢可能不太圆，会缺一个角，那你尽量把圆圈绕圆一点点，速度甚至可以放慢一点，那个缺角的位置就是平常没有活动到的位置。好，把脚放松，另外一条腿，直撑脚，膝盖弯曲，活动脚往上，从大腿、大腿、膝盖、小腿、脚掌向内，向内绕。当然，脚不动之外，身体也不能跟着晃动。向内的动作呢，通常比较困难一点点，因为我们的脚背不会经常的往内。如果你发现脚背有一点点抽筋，你也可以把脚稍微放松一下，再继续。好，我们要向外咯，脚勾，从髋关节、大腿、膝盖、小腿、脚掌都朝着外侧，往外绕圈圈。脚底帮我想象一个力量是往天花板往上推的，所以膝盖呢在你的最直就好，如果最直是这样子，那微微的弯曲也可以，只要有往上推的力量就行了。我们再做两圈，帮我保持这个脚在上面哦，直接把脚弯曲，像平常翘脚一样，把膝盖打开往下，
放松活动一下，大腿向下，在底下的支撑脚帮我离开地板，一个手从脚的中间穿出来，另外一只手从外侧抱住大腿的后侧。我们做两个深呼吸，吸气，吐气，把脚抱进来，吸气，吐气，停留。底下的脚帮我伸直和弯曲，稍微停留一下咯，选择直的或是弯的都可以。肩膀帮我粘在地板上，手用一点点力量把脚拉进来，上面的脚膝盖保持打开，很好。把脚放松，脚先下来，手再解开，换脚，脚往上，轻松的往下，手也可以帮忙轻轻的往下压一压，是不是觉得这个动作刚刚好像有做过呢？我们坐姿的时候有抱着脚，把脚拉进来，还记得吗？让膝盖尽量向下，底下的脚弯曲，手从中间的洞穿出来，另外一个手从外扯，抱住大腿的后侧，膝盖向下，大腿向下，吐气，脚拉进来，吸气放松，再一个，停留，脚上下动动，脚掌推天花板的力气，选择直的或弯的，背往下，脚尽量靠近你的身体。这一次不一样咯，手呢先帮我解开，把另外一个脚也往上，大腿、膝盖、脚尖向外，再关起来，打开，合起来。试试看我们的骨盆用自己的力量去打开，能不能够来到刚刚单脚的时候你用手帮忙的那个宽度。我们训练一下大腿内侧以及臀部外侧的肌肉，肌肉有力气之后就会帮助你的骨盆保持稳定，巩固保护着它。最后两个，停留在打开的位置，膝盖弯曲，脚跟靠近脚跟，脚底向上推，膝盖伸直，弯曲，伸直，最后一个，弯曲，伸直，脚帮我合起来，一样，弯曲，伸直，脚底向上，弯曲，伸直，最后一回，吐一口气，将膝盖弯曲，手来到大腿和小腿的中间，抱住自己，让大腿靠近你的身体，让身体轻松的左右摇一摇，放松。做完刚刚的瑜伽练习，有没有觉得身体开始热起来了呢？练习最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恒，同时练习之后观察一下自己的体态有没有改变，你的身体有没有保持打开，骨盆有没有摆正呢？持之以恒继续练习也很重要，调整，重试一下自己的身体，给自己一点点成就感和鼓励也很重要哦。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